历史悠久的伍斯特坐落于英国的心脏地带，沿塞文河而生。这里是众多世界名人的故乡，也是英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伍斯特拥有令人向往的标准英式英语环境，备受世界各地英语学习者的青睐。伍斯特大学主要分为三个校区，城市校区是伍斯特商学院的本部，也是200多年历史英国医学协会的根基。在它附近是英国第一间大学与政府联办图书馆蜂巢，被誉为生态工程的一个奇迹。伍斯特大学最大的校区圣约翰校区拥有优良的建筑与教学设施。学校还有一个占地50英亩的滨湖校区，主要用于体育以及科学研究。学术卓越是伍斯特大学的教育核心，学校在英国卓越教学框架评奖中获得了傲人的白银等级。近年来，学校投入了超过1.5亿英镑的资金，为广大师生提供优越的学习创作环境。竞技场是英国篮球联赛专业球队伍斯特狼的诞生地和基地。伍斯特男子篮球队连续第5年赢得英国高校体育联盟篮球联赛冠军。伍斯特大学学生就业率名列英国前茅，95%的毕业生在毕业后6个月内就能够就业或进修。学生可以兼职校内工作，进一步拓宽他们的就业前景。伍斯特大学获得过许多有声望的奖项，它是英国第一所获生态校园白金奖的大学。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价伍斯特大学是英国3个最好工作地之一。伍斯特是英国前10的宜居地，拥有非常友善的当地居民和氛围。伍斯特大学国际学院通过桥梁课程为学生提供获得伍斯特大学学位的专属途径，除了为国际学生提供预科课程，也给学生安排许多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位课程，以促进学生进步。这个城市是一个比较中小型的城市，安静而且比较安全。I chose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Worcester because everything you need is mostly all in the same place. 它的教学质量上面其实是挺好的，里面所有的老师都特别的负责任，只要你有任何的问题，他们都会下来帮助你。The course seemed right for me as well. 每天跟上老师的步伐，其实教学成果是很不错的。你还在等什么？获得伍斯特大学学位，释放你的潜力。